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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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这好的作品是因为你的自身，因为你的触动到你心底的灵感的东西。那么我突然看到这桌子上键盘的时候，我说如果把键盘里面每个按键里面都是个小人，其实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被隔离的世界，一个被键盘控制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是想到一个创意，当时想出来的时候，你觉得是它基本上都是无法完成的一个执行，因为你要把它做成五米大，每一个按键都要放一个雕塑的小人。当有个好 idea 的时候，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是不够的。你如果再去把它执行，更棒。我觉得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之所以艺术家，就是因为把真实的写照融入在你的生活中，然后去打动别人。那么大家就真实的去采访36个家庭，他们真实的就是因为他们家里面因为键盘的关系，因为电脑的关系，让他们的夫妻的感情或小孩的感情在破裂。平均每一个中国人每2分钟或者3分钟摸一次手机。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数据啊！我们活在一个被键盘控制的时代，我觉得真的是。那么，其实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当时就根据这个35个真实的家庭做了9厘米高的小雕像，然后把每个家里面的五口人都分别隔离在不同的长短不一样的玻璃按键里面，然后把它拼成一个5米大的键盘。当作品转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引起了很多共鸣。其中一个网友跟我说，他说特别谢谢你。他说今天的老婆，他跟我说，对他老公看了这个广告之后，看了这个艺术之后，他说他不玩手机了，陪着自己的女人。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在做一个微，因为我用一个微薄的职力在改变人，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接下来看这个作品。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依赖电脑了，正是五兄妹成天关在家里玩网络游戏，结果变成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下，兄妹之间竟然要靠网络对话。下班回家，他们两个一人一个电脑。我老婆一回家就知道上网，我也只能一个人打扑克牌。
还非常喜欢，他就跟我说他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去北京展览。我说我当时就特别怕麻烦，他就说我们真的很喜欢作品，他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后面专门派了一个汽车，大约是长十几米的汽车，然后把我给坐拖到了北京去展览，然后就免费的给中央电视台一到十台都在播放我的作品，可能大家也有看到，当然剪过的版本就那么漂亮。就是说其实他已经，后来我在网上看看很多人的评论这篇作品，很多人他说看到广告之后，他说他要改变他孩子或很多很多好的留念。我觉得做广告的同时，帮别人卖商品的同时，把一些好的想法，把一些好的理念卖给了所有的观众，社会就是我的客户。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特别棒，特别有成就感。谢谢。